哎，小心没火，慢点慢点，哥。这你别笑。来，吃饭。吃得下吗？吃得下，嘴巴跟手没事。哥，今天你放心大胆的吃啊，老实了。锅里还有菜，你们先吃。啊，妹夫，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？长胖了点，你怎么这么喘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哥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吧？有点口渴。嗯，炸！来，妹夫，还有菜，好吃的搁后面。你说，不是，对啊，滚！今天肉还好吃吗？你别笑。哎，你坐这里。萝卜干很好吃，快吃，吃了哥。嗯，妹，这萝卜干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嗯，多吃点。嗯，下饭。哥，快吃。哥，今天的菜怎么样？还合胃口吧？这，这个扣肉跟那个煎蛋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萝卜干挺好吃的。啊？这两个菜你没吃吗？没有啊。没吃啊。是啊，好，别理他，我们吃。哎呦，你别笑，你啊！烤鸭必须是我的。这你别笑。嗯。看我的吧。吃饭呢。啊。来啦。哎，老婆，今天都喝面条给你吃。哎，你是怎么样？你还鸡蛋给你吃，还烤肠，都给我呀！对对对，你不吃吗？我等会再吃。你这有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看看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先吃点这个臭豆腐。吃一个，不吃不吃，今天好吃、好吃的都给老婆吃，男人嘛也知道疼老婆是吧？嗯，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，吃老婆，这个好吃，啊，真香，哎呀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咋一吃就停不下来了。香香的真不错。嗯，今天的烤肠也不错。
好吃。来，哎，媳妇，你吃这个。哇，烤鸭。烤鸭，这个呢？大哥，懵了吧？我的。来，媳妇吃的。这是什么？吃饭了。不是，你吃个饭喊这么大声干嘛？我耳朵又没聋。啊？这什么玩意？饺子。不是饺子，饺子你拿，你我们家都没碗呢，拿这个盘装什么？这怎么吃的？你平时都吃的比较多，所以我用这个大碗。吃的比较多，我跟你讲，这饺子你看都糊掉了，不能一锅煮，要五个煮。我平时不是都这样吃的吗？下次给我注意点啊。还有这什么玩意？梅菜扣肉。这个呢？卤猪腿。不是啊，吃饺子就吃饺子，你配这么多肉干嘛？你不知道我最近在减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啊？给我做一点。还有，吃饺子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，懂不懂道理啊？赶紧来，拿一点来。娶的都猪回来，不好意思。水，准备水过来。这是不到啊！不是，我寻你回来干嘛的？还有这些动作啊？越来越没规矩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好接？太肥了，啊！卤的不够入味。我跟你讲，这菜你要做要做好一点，做的正宗一点。你叫我怎么下得去口呢？我本来就要减肥，我不想吃的，要被你搞得想吃，想吃呢，你的味道也没搞好，你叫我怎么弄啊？怎么吃呢？怎么下得去嘴呢？下注意点啊，听到没有？怎么办呀？一到吃完就叭叭叭，这不是那不是的，挑三拣四，你去做了啊？能不能好好吃饭？我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快上！有人。看能不能好吃啊？能不能吃饭了？来、啊，快点，热乎乎的饺子，饺子要趁热吃，快！怎么了？你最爱吃的猪肉馅的，快吃的。哪个人吃饺子不是五个五个煮啊？你这样一锅煮都烂的，烂怎么吃呢？烂的我是烂的，你是好的。不是，我这么大个老板，吃饺子不得五个吃啊？这一锅的我不吃。行，知道了。怎么就记不住了？我这么大个老板，吃饺子不得五个吃啊？猪脑袋一样。What？ 有人。对，老大你坐。坐。不是，我跟你说的五个煮，要吃完这五个再煮另外五个，你再放下去，我不知道哪个熟哪个没熟。我看你这个老是进水的是吧？我跟你讲，要五个煮，是不是有五个吗？你让我吃完这五个再另外下五个，你这我哪天说哪个熟的，哪个熟的哪个没熟的？还有啊，我发现老进水的，这醋吗？啊，酱油，看错了。真的老带你脑子过来，一天到晚的，哎，那个水都煮了。辣椒还能蒜，辣椒，快进来。这不有吗？蒜辣椒都在那里啊！你眼瞎啊？还看你嘴是吧？啊？哪个老板不是五个煮啊？要先吃完这五个，再煮另外五个。你来挑一下看，哪个熟都没熟，真的是带点脑子过来好不好？
你别笑。这个不对。辣椒，辣椒。是吧？拿这个厨师过来看着是吧？你带个碟子过来啊！能不能带点老实啊？你带个碟子过来，把它倒上，我才能站着吃。我怀疑你这个老子真是脑子进水的，是个猪吗？你是属猪的吗你？上谁猪了？上谁猪了？还来问好事了？你难道叭叭叭叭叭叭的，不是咸着就咸辣的，一会辣椒，一会醋，一会大蒜的，还来问好事啊？问好事，给我滚蛋！懵了吧？